OK， 好。阿教练默默在后面咧，就系俾好多唔同嘅部署大家。系啦。挑战杯的季军是属于杰志的，当然就要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拍这张合照。与此同时呢，他们呢还可以获得体育用品礼券5000元的。哇，OK， 又来一张开心。